为了促进青年就业技能发扬传承精神，台中市劳工局办理职人传承新秀选拔活动，以编织、金工、皮革、艺术、砌竹等六项职类选出了48位的职人新秀，在台中市府4楼集会堂举办颁奖典礼，优胜作品从9月23号起开展1个月。皮革雕刻技法刻出台中旧车站的文艺复兴古典美，与新车站现代感相互辉映，作品里还有师徒的背影，交织出新旧车站共荣与传承的精神。一些传统的技法会因为一些方法会被淘汰，那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个平台让学生能学到更多的技艺嘛，对不对？早期我对台中火车站的印象就是日据时代的那个旧建筑，那随着这几年有台中市的新站成立之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很符合我们这次的传承这个主题，就是一个结合新站跟旧站。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呢，以中山七山为主轴，因为没有人做成欢迎季的戒指，可是我们这次做出来的话，让大家都能看得见，也是一种传承的意味。我们就是一直看着他做，然后从他看在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原来以前他们的做法是如何，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用比较新颖的做法去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取代。接着转换镜头来欣赏色彩鲜明的时光胶卷，收藏盒是放映胶卷，戒指则成了放映机，透过金工表达对电影的眷恋。为了促进青年就业及宣传技能的传承，台中市劳工局举办职人传承新秀选拔活动，今年于编织、金工、皮革、乐器制作、异国料理以及艺术砌竹等6项的职类选拔出48位职人新秀，今天举行颁奖典礼。那包括他的职人还有他所承接的这个新秀，所以一共会有48个人来接受这样子今天的一个表扬活动。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推展这样子的一个技职，还有推展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那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些我们社会上大家所共同认知的非常良好的技术，不管是你在金工的、在编织的，或者是在艺术砌竹方面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传承，也鼓励很多年轻人愿意来学这些技术。优胜的作品将从9月23号起在市府集会堂连续展出1个月，以传承为核心，传统技艺结合创新科技，为世代隔阂碰出新火花。